农历三月十九，新历四月二七啦吼。啊，即道阮来举办咱这小朋友的画画比赛第二届啦吼。啊，伊种足侪小朋友是远从屏东啊、台中调吼图画纸来，阮非常的甘心啦吼。啊，千岁走入校园被看见啦吼。啊，然后阮捧入千岁吼啊，伊种在小朋友内心好、世界都不一样，哎、画起来有够新鲜的啦吼。啊，这个颁奖吼了后吼，过来举办这宝贝比赛啦吼。啊，等头奖是迄个这幸福小屋啦吼，五笑的。哦，啊，搁有二奖、三奖啦吼，啊，非常欢迎吼，做咱全台湾信徒吼、来遮拜本父千岁，啊，来博一下运气安尼，啊，把幸福带回家。我们这一天的活动是送三个幸福。